好，都有拍到了吗？好，谢谢。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上，我们拿一下这个麦克风给我们的林虹，然后先请林虹呢和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好，大家好。晚安。英红呢这一次呢其实以这个巴厘岛不管是在这个去年期间也拿下了这个金马奖那在今年呢又再一次拿到我们的 Hit FM 的这个电影当然有没有跟这个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心情心情很开心啊就是我的荣幸然后我会继续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做电影的就电影的歌曲，对对对，会不会以后就很上手了？就会发现，哎呀，以后只要是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电视剧啊，都会想要找你邀歌的话，会不会变成一种困扰？就是哎，怎么突然这么多的戏剧？哎，我要发专辑啊，跟或者是很多其他歌手要合作啊什么的，会有时间上会有点冲，就是会不会变得失掉？有，最近就是因为前阵子做比较多自己专辑以外的创作，就电影也是一个，那花了比较多时间，所以我最近打算就是来去。巴厘岛给他放假一下，哎呦，然后就是来准备一下我的下一张专辑，希望是巴厘岛了。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是能够李谦呐、啊，来来，我先帮你拿一下麦克风，先请工作人员帮忙递一下这个讲座，因为呢这次是拿到的是对唱歌曲哦，所以呢一人一个讲座，然后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准备开始拍摄。好，中间前方是我们的官方摄影，谢谢。好，右手边两位视线要一致哦，谢谢。好，左手边，谢谢。好，再和中间前方再一次，谢谢。好，中间前方以后中间偏右。刚刚呢也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林虹，谢谢林虹，谢谢。往这边，谢谢谢谢。哦，不好意思，巴厘岛是在那个方向。哦，巴厘岛，谢谢。你要回巴厘岛了，他要去巴厘岛去旅游，希望能够在旅游当中呢获得一些这个灵感跟创作。哎，我们先请千大哥和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现场的媒体大哥朋友，然后大姐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这次看到李千娜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刚刚拿到这个讲座是跟这个李英红一起合唱的，可以稍微聊一下，因为特别找到李英红一起合唱这首歌曲的这个一个想法。对，因为其实他做的音乐都比较独特性，然后很有他自己的风格。那其实在我在 Walking 的这张专辑里面一直想要找一个对唱的人，然后特别是因为他可以帮我在专辑里面亲自的创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当然他一口拒绝，然后非常义气来听我这样。那爱得太超过这首歌是非常的 funk old school 的歌曲，也是我以往都没有尝试过的曲风，所以我觉得谢谢林虹在我的《Zabogina》专辑写了这首歌，然后让我突破自己。除了突破自己之外，其实这首歌曲最重要，因为它是用台语歌、台语的方式来呈现。对。然后就发现，哎，现在大家很多人开始，哎，觉得唱台语也是一种潮流的感觉。是，没有错。而且我们除了合唱之外呢，在 MV 里面也添加了很多戏剧的成分，就是林虹也是演员。所以在跟他唱歌之外是一个歌手身份，然后又拍 MV 的时候是一个演员的身份，我就觉得跟他一起工作一起玩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们很契合，然后呈现出来的风格会让人家就会有产生很多的想象空间跟很多惊喜。对，今天有为了 Hit FM， 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尝试，想说用短发出席这样，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新的形象，就是爱得太超过这首歌它也比较特别，比较有 old school 的感觉，所以今天的打扮会比较像，比较会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样，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其实入围金曲当下的心情是真的哭到完全不能自我，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能够入围，然后能够站在金曲奖台上走红地毯，因为也许它是我的梦想，可是我觉得好像蛮遥远的，所以连想都不敢想。但当然这一次能够入围三项，我觉得是金曲奖给我最好的肯定，所以谢谢金曲奖。我真的不敢想。那因为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是我们所有的全体人员很尽心尽力的完成，然后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我觉得
除了让大家喜欢之外，我自己很喜欢之外，我觉得能够入围三项的肯定，我觉得就够了。劲敌吗？其实因为我在前一个礼拜有听了所有入围者的，有听了所有入围者歌手他们的专辑，我觉得他们都很棒，而且有各种不同的优点，所以我不能够去比较，我只能说，我觉得我替唱台语歌这件事情感到很骄傲。爸爸，我觉得也是因为从《早播听到》这张专辑的诞生，他才接受然后认同我唱台语歌这件事情，所以爸爸的肯定对我来说也很重要。那当天的服装呢？因为女性一定会比红毯美。是。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精心的准备，然后请大家敬请期待，现在先保密。谢谢谢娜，谢谢你出席，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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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右最右边，好，都看到了哈。好，左手边，谢谢。左手边刚刚还没有拍哦，谢谢。好，左手边最左边，最左边，左边三位。好，再回到中间前方，我们中间前方还有一个官方摄影。好，最后正中间，谢谢。都拍到了吗？好。